做得好细致哦！欢迎光临我的酒吧，这是我们今天的 bartender。屏幕这个垂直的时候，地板会跟着震动，好好玩哦！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们在上海有行程的最后一天。然后我们今天打算呢要去杜莎夫人蜡像馆，我们现在走路过去杜莎夫人啊，大概十分钟的路程吧，很方便。然后去完杜莎夫人，我今天还想要去外滩还有陆家嘴那边晃一晃，那我们就出发咯。前面那一栋新世界，那个杜莎夫人杜蜡像馆，它在新世界里面。然后我后面这个是人民广场，在这边走路的感觉啊，还蛮舒服的。就是这边的人，你会觉得他走路其实还蛮悠哉的。但是今天很奇怪，好热啊！11月3号了，怎么天气还这么热？你看穿着短袖，我都还是觉得好晒哦。到了新世界，在那边。伦敦、上海，还有香港、阿姆斯特丹。今天有漫威的展，不过它好像是 4D 的，漫威是 4D 的，好像它不是那种蜡像，哎，它是 4D 演。它有蜡像，然后有一个互动。哦，是啊，那可以哦。我们买了这个票，然后它的票呢有分两种，一个是你只玩那个杜莎夫人只看展的部分是210、哎、然后如果呢你要再看它那个漫威的互动体验区就变成230一个人人民币。然后呢我这边会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如果你有已经确定哪一天就要来杜莎夫人的话，可以在携程网上面买票，会便宜一点点。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提早买，我昨天看他那个大众点评，因为他要大陆的身份证才可以买，后来我今天才发现携程网可以用台胞证来买票，会比较便宜一点哦。进来就被夹道欢迎，星光大道，星光大道，哇，面子好大，哇，好多人欢迎我们啊。谁你可轻慢了，难道这是1:1的吗？那1:1啊，你看他这么矮啊、哦欸、真的耶，不高耶。你可基曼吗？当然不是啊。他是谁？他是罗斯啊。哦，他是罗斯吗？这个才奇怪吧。阿汤哥怎么？罗斯有这么矮吗？我据说他不高啊。他有这么矮哦？他跟我没有差多高哎，我160公分而已耶。我们被汤姆克鲁斯夹到欢迎了。他比我还矮。而且他是做的好细哦，你看他这个胡子。他的毛孔。一点一点的胡子有做出来，还有皱纹哎。好酷哦，这个晚上来我觉得我会吓到、哦、其实这样拍好像是真感觉好真实哦。对啊，他连你看他这个连指甲上面这个黄黄的他都做得很细致。我们来看刘嘉玲，应该是年轻的时候的刘嘉玲，身高都没有很高，那就是1:1的，应该是按照他的身高，我觉得他是1:1。黄轩这个我认得，看陆剧的都会看过。那个是谁我就不知道，这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。这个我认不出来。这个是朱毅龙，最近有在看。他最近很红哎。对，这几年很红哎。那个消失的他，还有那个知否知否，我就只看这两部他演的。哦，这个就有高了啦，这个就有高了。有些不看哦，有时候乍看一下好像你看。镜头看好像真的，真的做得蛮像的。这是江疏影吧？他也很红。对。哇，好真实哦。而且好瘦哦，他的身材是江疏影真的那么瘦啊？是，他都1:1的啊。嗯。这是妮可基曼，看得出来。哇，好漂亮哦。这个是张震。金恩岛。嗯，好高哦。小鸟依人，等一下他突然间动起来怎么办？我这眼神好真实哦，你看。而且他
眼神炯炯有神的。哇，真的很真实。偶像吗？这是阿布的偶像，阿布，妈妈，你的偶像啦，胡歌，我帮你感受一下胡歌偶像两亿人。好真实啊！你不要摸，哎呦，他在摇哦。嗯，他会摇。我得奖啦！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我的老公，让我得这个奖耶！这里面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这些都是可以互动的，好有趣哦。哦。这人好熟悉哦，这是谁？诶，啊，暮光之城的男主角。暮光之城的男主角。嗯。欢迎光临我的酒吧，这是我们今天的 bartender 罗伯派先生，先生您要喝哪一种酒啊？每一个那个都会有一个布景主题，就是每一个明星他会搭配一个布景主题给他，很用心哎、欸。这个是杨幂大秘密，可是我觉得杨幂做的没有很像，她的那个有一点僵，她的那个脸有一点点僵。你知道这是谁吗？你有看过？马思纯，没错，演《锦绣未央》那一个，是叫什么名字？你还是想不起来？唐嫣啦，唐嫣啦。年轻版的杨紫琼是吗？去一个大导演为什么说到角落里，然后让郑恺占 C 位，为什么、啊、这是怎么安排？这个我们台湾的人应该很熟悉，长寿节目《康熙来了》，他把小 S 做得很漂亮哎、欸，蛮真实。对啊，而且那笑容起来那个嘴巴很像，我觉得蔡康永更像。这边要再放一只小鸟，把那小鸟放到他手上了。蔡康永的眼神很像啊，有啊，小鸟在这里。对，他把小鸟放在他的手上。他的标志性。对，这做的很像。妈，你的偶像又来了，这是唯一一个让我妈二刷的戏，叫《琅琊榜》，好做的好细致哦，而且他连后面这个整个背景就好像真的是在那个戏剧里面呢。妈，我帮你完成心愿了，跟胡歌合照，他好高哦。这个做的好像哦，吴奇隆四爷，看到他我想唱一首歌，等夏天等秋天，看到他就会想到这个。跟李小龙旁边放 Titanic 的音乐，我不懂为什么。这边就是叶问咏春拳啊，这就不像了。
手，他的手做的也很像，因为叶手很重要。我赢了，你输了。他是叫金刚狼，是吗？不是，他叫金刚诺、啊。他是阿诺斯瓦辛格。他叫金刚诺，不叫金刚狼、啊。年轻的阿诺吧。年轻版阿诺。嗯，啊，他这是演哪一部戏的造型啊？终结者啊。哦。这个就会想唱，你是电，你是光。要跟奥黛丽·赫本一起共进早餐吗？很像哦，很像，真的很像。在这里都忍不住装眼起来了，而且这一整片布置好漂亮哦，旁边是一个布置很像玫瑰园的地方，这一片的布置好美哦。这个地方好像哦。对啊，好像哦。他脸上的那个皱纹啊，皱纹的位置都很精准耶，感觉站在那旁边真的就比较庄严。他好有气质哦。一个皇室的感觉。哇，这你儿子应该会开心死了。Spiderman。录给他看。Spiderman。他说那个 3D 体验12点开始，可以先去选。那我们先。啊，要戴眼镜吗？不知道哎。我问一下。来问一下，你先去问一下，我戴眼镜。旁边写说可以体验举起雷神巨锤，然后你摸这个锤子的时候，地板会跟着震动，好好玩哦。然后有那个地板裂开的声音。所以这个声音是你拉了它才有声音。对。然后它就地板呢，我站在这里，地板会哒哒哒哒哒，很有趣。看来真相只有。地板的状况，看裂开了。我们刚刚看完漫威 4D 电影体验了，那这个体验呢，它是每隔一个整点就会播放一次，然后带你戴上 3D 眼镜，然后它会有它自己的一个剧情，而且有趣的是啊，它配合剧情，它会有灯光，还有椅子，然后还有做一些体感的体验，我觉得是可以来体验看看。刚发现了一件事，真的大家要来要特别注意，我刚在携程网上面看这个呢，上海杜莎夫人买一送一，含刚刚那一个漫威体验啊，两个人才279块人民币，携程网，但是你就是要提前一天订。那我们呢，刚刚没有提前一天订，然后也是现在才发现的，就很可惜，花了一个人，光一个人就要230块人民币哦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务必注意，真的在。
如果说你有要去各个景点啊，是携程网可以用，它真的可以帮你省很多钱。那大众点评的部分呢，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用，很多餐厅它都会有跟大众点评配合，真的可以帮你这一趟旅程省不少钱哦。那就是今天的 4D 体验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杜莎夫人蜡像馆真的蛮好玩的，但建议来之前要先上网买票哦。下一集我们将到陆家嘴及迪士尼旗舰店，还要跟大家介绍一间好好吃的新香菜。记得收看米菲看世界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。